好，咱们休息回来啊。刚才说了半天，这就水一个东西，岸上的物体看水中的物体会变什么？变浅。变浅是不是？是。哎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是不是？嗯。你说你岸上你偷看水里面的鱼，这水里面的鱼也得偷看岸上的你啊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你说水中的鱼看岸上的你，变高、变低、变胖、变细？啊，别粗细不说了吧，变高还是变低吧？嗯，变高。变高是不是？是。对，给你画一下啊。如果是岸上的物体被水中的东西给看到了，那一定是谁的光线往谁走？空气往水里头。一定是岸上的物体的光线经过空气往水里面来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这箭头第一打错了啊。光线来了是不是？是。哎，但会直线传播吗？不会。不会，对吧？嗯。光线从空气进入水，是向法线靠近还是远离法线来着？向法线靠近，向法线靠近，是不是？是。哎，划划法线，向法线靠近，对吧？对。这鱼，这水里面的眼睛看到这条光线了，对吧？嗯。但它是鱼啊，它跟人差不多呀，它不可能比人还聪明啊。它也习惯了，都认为光是怎么走的？直线走的。都认为光是直线传播的，所以它接受到这一束光线以后，它不认为是这边来的，它认为是这个地方来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它也认为光是直线传播的。所以就会把物体看得变什么？高。变高了，好，会变高，好，所以要记住啊，岸上的物体看水中会变浅，水中的物体看岸的物体会变什么？高。变高是不是？是。哎，变高啊，所以你是，所以得开始看下一个了，海市蜃楼现象啊，这海市蜃楼的成因有非常多啊，有的沙漠里面的，有的是海上的啊，不知道讲的这个是海上的，嗯，就是这些照片都是真实的照片啊，就突然哎。海面上跳出来一个好多高楼大厦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啊，这个就跟我们光的折射有关系。啊，我们讲的第一节课就讲光直线传播的条件是什么？在均匀的介质里。在同等均匀介质是不是？是。我们的空气不均匀。啊，我们的空气为什么不均匀呢？它有的地方温度高，有的地方温度低，这你正常上吧？嗯。有的地方浓度大，有的地方浓度稀，是不是？是。这你也承认是不是？嗯。哎，它如果那浓度正好满足一定条件了啊，比如说这方有建筑物，它建筑物的光线到你人眼里面来，是不是？是。它的光不是直线过来的，是折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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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无数次，弯着到人眼里面来的。嗯。可是我人接受到这些光线以后，我一定认为光是怎么走的？直线。所以我会这么直线去找，就把这个找哪来了？找空中来了啊！所以说你会发现地面上的建筑物，哎，跳空中去了，那个就是因为空气浓度发生变化，光线进入人的眼睛的过程中发生了无数次的什么？折射。折射啊！所以海市蜃楼是光的折射场啊，也是光因不均匀介质不是直线传播了啊。还有一个啊，光的折射是早晨提前看到日出，啊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提前讲一下啊，这个图通常待会有点问题啊，有点问题，待会你别看我这个图了啊。它这样啊，这个正常情况下，太阳必须到达地平线以后，光直线传播的人才能看到，是不是？是啊。但实际情况不是，实际情况太阳在地平线以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，因为太阳发射的光线啊，先走一段这样，这是不是个大气层啊？嗯。在大气层的外面是不是直线传播？是。进了大气层以后，刚进来的这地方空气肯定非常的什么？稀薄。稀薄，越靠近地球，空气浓度越什么？越大。越厚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你这样呢？光在不均匀介质里面，它也要不停的发生什么？折射。折射。哦，那也就是说，这光线到人眼里面来的时候，但这图有问题了啊，是肯定是发生无数次折射到人眼里面的，是不是？嗯。但是人的眼睛还默认为光是怎么走的？直线。直线传播的。所以他会直着去找，认为光是从这地方来的，那他就把这地方看成像这地方有一个什么太阳，那实际上是太阳的像，实际的太阳在哪？在地平线以下。在地平线以下，那说明我是提前看到太阳还是延后看到太阳？提前。对，我提前看到了太阳。好，他这图是在这地方有点小问题，咱甭理他了啊，甭理他。如图所示啊，这个军事观察孔啊，比如说咱们不要在长城上面好多瞭望口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哎，如果
如果要是就两颗什么都没有的话，你就说放个眼睛，是不是看的范围是这么大呀？是啊。对吧？嗯。那这地方就看不见了。嗯。我想办法让你这地方的光线来也能看到，是不是？是。但你要直线传播，是不是就被挡了？嗯。嗯，怎么办？你看啊，镶一块玻璃砖，啊，镶上玻璃砖以后，这光线，但光路是可逆的啊。你往这里面打箭头也行，往外打箭头也行，是不是？是。你知道望远镜它出去以后会直着走吗？不会。那是向这片还是向这片呢？嗯，应该是向上片。向上片是不是？哎，因为这是法线，是不是？是。它应该是远离法线的方向，对吧？对。向上片啊，对吧？哎，你说老人见他打这没关系，光路是可逆的嘛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所以那你就发现观察的范围会变什么？变大了。观察范围会变大啊，所以说井底之蛙，如果井底之蛙如果是没有水的话。这个青蛙看到的范围应该这样，是不是？嗯，是。如果是装满，如果井里面装满水的话，青蛙看到的天空会变什么？变大。变大，因为水跟这玻璃是一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嗯。一个道理啊。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讲了这么多光的折射现象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其实像这个第九、九、八、七，九是观察范围变大，八是太阳提前看到。七是海市蜃楼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其他前面那些事项都是什么呀？岸上看水里面，水里看岸上的，是不是？是、啊。记住了啊。好，那我们讲知识模块三，光的色散啊。这一块呢，考试涉及的不是很多啊，有的都基本不涉及啊。那咱们也作为知识了解一下啊，了解一下。第一，光的色散合成啊，就是咱们平常生活中太阳光见过吗？见过，哎，太正常了，没见过不正常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可能见过太阳光，太阳光什么颜色？没颜色，透明的。可是我们一般都默认为透明的就是什么白色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我说太阳光白色，你肯定不反对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你对了，就白色了啊。但实际上，太阳光它是由各种颜色的光组成的。哎，那组成那一块的话，为什么不是花花绿绿的呢？五颜六色呢？它为什么是白色呢？你怎么证明呢？我有办法证明。这个本来杜老想在实验室做实验的，但是啊，这个做出来以后的实验室效果还能看到，但在摄像机一拍就看不到了，所以就放弃了啊。给你模拟一下啊，放一个三棱镜啊，放一个三棱镜，放一个三棱镜以后，你看那个光就让一束白光过来到三棱镜，是不是？嗯。就空气进入玻璃，对吧？是。空气进入玻璃发生折射，是不是？是。它要拐弯一次，对吧？嗯。然后再出来。你再出来，它有玻璃进入空气，是不是又拐弯一次啊？嗯。那等于发生几次折射？两次。两次折射发生两次拐弯。光是白光是由七种颜色的光组成的，但是它每一种光如果混合在一块是白色的。如果你怎么知道的呢？但是怎么知道七种光呢？就是它里面每种光出来发生折射的时候，拐弯的拐的程度不一样。红色的拐的最少。紫色的拐的最多，到这边就形成一个色带了，啊、哦，形成一个色带了，啊，不同颜色的光通过三棱镜偏折程度是不同的，啊，红的偏折最小，啊，紫的偏折最大，所以就依次从上下就是这一个彩带就是什么呢？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啊，这个实验就证明了，把你的白光给色散以后，你散开来的是七种颜色的光，啊，你说老师我不信。不信还可以再证明一次，就是把你这七种颜色的光在在上面干嘛？合在一块。合在一块叫合成，看看你是不是白色的。哦，那咱们还通过模拟一下啊。这是我放了几块玻璃，几块三棱镜。两块。你这帮发散一次是不是啊？嗯。我再让你进来再回来又成了白色的。啊，白色的。所以七色光再通过第二个三棱镜后又合成一束白光啊。好了，咱们知道白光是由七种颜色光组成就可以了，行吗？光的色散与光的合成都是利用光的什么？折射。折射。好，太阳光、白光不是单色光，是由各种单色光组成的复色光啊。不同单色光通过棱镜时偏折程度不同，偏折由小到大依次有红橙黄绿蓝靛紫啊。好了，颜色啊，还是刚才那个实验啊。还是刚才那个啊，就是。白光过三棱镜以后分成七种颜色的光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我这边放一个红玻璃，放一个红玻璃，下面再放一个光瓶，有一个现象是，这个光瓶里面只有红光，
什么蓝电子都没了。哦，那什么原因呢？说明这个红玻璃只让什么光过去？红光。只让红光过去。啊，那如果我这是蓝玻璃呢？只让蓝光。那只让蓝光过去。啊，嗯，绿玻璃只有绿光是不是？嗯。蓝玻璃只有蓝光过去。啊，你看只有蓝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为什么叫蓝玻璃？因为你只能透蓝光。啊，那我们物理上这么规定的啊，一个透明物体的颜色。是由它能够透过的色光决定的。比如说你这个玻璃叫红色，你凭什么叫红色的？哎，因为我能让红光透过去。好，所以你就叫红玻璃。那就是咱们物理学上的一个规定啊，透明物体的颜色是由透过的色光决定的。你要能透过红光，你就叫红玻璃，你就叫红色的。你要能透过绿光，你就是绿色的。明白吧？明白了。但是我们生活中除了透明物体还有不透明的吧？嗯，对吧？比如说杜老师穿着衣服是不透明的，不能，还不能穿不透明衣服是吧？这什么颜色？嗯，黑色。黑色是不是？是啊。那它为什么叫黑色呢？黑色实际上就是没有色，啊，是现在这灯光是灯光送白光是不是？是啊。这白光照到杜老师衣服上来以后，杜老师这个黑色的衣服是不反射任何色光的，啊，不反射任何色光的东西就是黑色。大家注意看，杜老师这个衣服纽扣下面是不是有个红的？是啊。那它为什么叫红的呢？因为它能反射红光。哎，对了，你反应真好啊，回答真对。那是因为七种光照过来以后，所有光都被吸收了，它只反射红光，所以你就看到这下面就是红的啊。那就不透明物体的颜色是由它能够反射的色光决定的啊。那杜老师有时候也穿白颜色的衣服是不是？是啊。那为什么杜老师穿的衣服是白颜色的呢？应该是能把所有的光都反过来。什么？应该是把所有的光颜色的光都反过来。对，它能把所有颜色的光都反射过去，所以你就看它成白色了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哎，成白色了啊。无色透明物体可以透过任何色光啊，不透明物体的颜色由它反射的色光决定。白色物体反射各种色光，黑色物体吸收各种色光，完全不反射光。所以夏天的时候，在房间在室外走的时候，太阳光照着，你穿一个什么衣服好啊？白衣服。白衣服好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老师，那你为什么穿黑衣服呢？我看老师一出门就开车，哦，然后进房间里面来了。夏天在房间里穿黑衣服好还是白衣服好？黑衣服。你怎么知道？耐脏。不是，夏天主要好讨论热，热与不热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夏天的时候，在室外阳光下穿白衣服好，在室内空调房间里面穿黑衣服好。杜老师是教物理的，杜老师懂这个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房间里的时候，是你身体热还是体外热？身体热。对，夏天在房间里面，空调房间里面是外面热，身上热呀。嗯。那这个时候身上的热量往外走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你要穿个白衣服的话，好家伙，这热量出不来，你知道吗？那穿个黑衣服呢？黑衣服它虽然吸热快，但散热也快，你知道吧？哦。身上的热量就容易散出去了啊。但是在房间外面不一样，房间外面的时候，外面的热量往身上来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我需要穿一个白衣服把它给返回去，你知道吗？嗯。你要在房间里面的话，不是外面的热量往身上来，而是身上的热量从外散，是不是？嗯。所以这时候你穿个黑衣服往外散，散热好啊。好了，那在课堂练习，这节课课堂笔记其实没什么，是不是？课堂笔记就那前面光的折射型那个几种现象啊，你自己总结一下行了啊。现在呢，你自己需要暂停一下视频，然后把作业给做了，然后再打开视频听杜老师讲。但杜老师呢，现在已经默认你关掉视频了，杜老师就接着讲了啊。来，池水看起来比实际的要什么？浅。浅。这是由于光从谁进入谁发生了什么？空气摄入水时发生的折射。哎，空气进入。嗯，你把我带沟里面来了，是谁看谁啊？岸上的人看水中的物体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那一定是水中的光线进谁了？哦，水中光线进空气。哎，水中光线进空气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发生了什么？折射。折射是不是啊？嗯。看到的实际池底的一个实像还是虚像？虚像。虚像是不是啊？嗯。变浅了的虚像，对吧？是啊。好了，下列四幅光的图正确的是。哪一个？嗯，
哎，对的吧？是不是？空气、平时水靠近。靠近发现。对了吧？嗯。这个呢？嗯，应该是，这个应该也是。也是对的，是不是？对吧？对。那是多选呗，是不是？嗯。多选多选呗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反正我会，是不是？这肯定直线传播肯定错了吧？错的。这直线传播肯定也错了吧？是不是？嗯。哎，水进入空气偏离发现，这个呢？靠近发现。靠近发现。IB 是不是？嗯。IB，嗯，没人大了不了气的啊，还真 IB 你瞅啊。好，第三题啊 ，OIOBOC 入射光线反射光哦，等于是同时发生日。折射和反射了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你想，你比如说杜老师在做那个实验，你应该看到，一束光线照到水上面的话，有一部分反射在空气中了，有一部分进到水里面去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反射、折射同时发生，啊。则谁是发现？这我哪知道啊？哎，但我知道反射角跟入射角一定什么关系？相等的。折射角跟入射角如果是斜着射的话，一定不等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你现在看，这是不是很好找？这两个角是不是相等？是啊。那这两个角相等的，这个条线肯定是什么线？嗯，是发线。发线是不是啊？是啊。所以 x 在 x 撇肯定是发线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啊，反射角多少度？我知道，肯定你这两个角里面肯定有一个是反射角，一个入射角，是不是？是啊。这六十，这六十，这两个多少？嗯，三十。这是三十，这也是三十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所以反射角、入射角都是三十，对吧？嗯。那折射角不用说了，那你这要是发线，是不是？嗯。这两条里面一条反射光线，一条入射光线，那这条光线肯定是折射。折射光线是不是啊？是啊。折射光线跟谁的夹角叫折射角？嗯，和发现的。发现的夹角是不是啊？是啊。那就这个角啊。嗯。六十度吧。嗯。界面的哪边是玻璃？你现在看着啊，入射角多少度？嗯。三十。折射角呢？六十度。现在相当于折射角比入射角大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那光线应该是从空气进入玻璃，还是从玻璃进入空气呢？嗯，应该是。是偏离发现是不是啊？是啊。那应该是从玻璃进入空气是不是？啊、嗯。对吧？玻璃进入空气，那这边应该是什么呀？玻璃这边是什么？空气。空气是不是？空气里面那个角是个大角是不是？嗯。你偏离发现对吧？是、啊。那界面的右边是玻璃是不是？嗯。哦，界面的右面是玻璃，啊、哦，你看那这说明这条关系应该什么关系呢？入射光线这个呢？反射光线。反射光线这个呢？折射光线是不是、啊嗯？从玻璃进入空气怎么样？偏离发现是不是、啊？是、啊。符合了。好，哎，然后呢，有一部分怎么样？反射了是不是、啊？是、啊。杜老师前天看了一本书啊、哦，是讲到哪一个国家呢？荷兰那个公司好像，啊、哦，这公司老有名了啊、哦。荷兰是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吧？嗯。足球还挺发达呢。他们一个公司制造一个化工企业，制造一个玻璃。这个玻璃能达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光线照上去的时候完全不反射。你知道完全不反射是一种什么概念吗？黑了。错，完全不反射就是你看不见它了。哦。因为你光线照上去以后怎么样？直线走啊？不是百，不是直线的，百分之百透过去了，你知道吧？嗯。百分之百透过去了，说明你没有光线反射回来，是不是？是、啊。那说明我的眼睛就接收不到它反射过来的光线了，是不是？嗯。那我就看不见它了。那可是现在实际生活中，我们家窗户上玻璃，我能不能看到它这块玻璃啊？可以啊。也能看到窗户外，是不是？是。但只要能看到这块玻璃，说明还是有一部分光线照上去，就反射回你眼睛里来了，是不是？是。你才看到它是个玻璃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如果真的我们家窗户上面装这块玻璃，完全不反射的玻璃，那你就看到你家窗户那块是个什么？空的，你只看那个窗户架子，嗯，啊、哦，然后人走上面都光撞上去，是不是？嗯，啊，这个玻璃现在很贵，昂贵啊，它都一般用什么用呢？就是那种，比如说那些达芬奇那些名家那些名作画那画的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些画很昂贵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做展览的时候是不是都要东西给框起来、裱起来呀、啊？是啊，你说你弄块毛玻璃裱起来？我看玻璃呢，我还看画呢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我都看不见里面什么东西，是不是？嗯。那玻璃上面再画两朵花在上面，我是看玻璃呢，还是看见达芬奇那个？达芬奇画什么来着？蒙娜丽莎的微笑。啊、哦，画的微笑是不是？啊、嗯。你那个玻璃弯弯曲曲的，把人家嘴唇那种翘起来，那不行，是不是？嗯。啊，所以都是干这个去了啊。然后老师，那我要穿这个玻璃做的衣服，你不会上街，我跟你说，那叫皇帝的新装，是不是？嗯。完全透明的那个啊。好了。那咱们同学把知识学好了。
致力于咱们国家的化工企业啊，也把咱们的玻璃做得这么好啊。好，第四题，一根插在水中的筷子在空气和水的界面处弯折，折向哪弯呀？靠近反线，应该 A。谁？水中的筷子，水中物体会变什么？看。岸上物体看水中物体是不是变浅了？是啊。筷子是不是往上翘才叫变浅呀？哦、是不是啊、嗯？这肯定错了，这是直线传播是不是啊？是啊。这个现在不叫变浅，这叫变深了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啊，是像是变浅了是不是？是你水中的光线往岸上去对吧？是啊。啊，你看的是什么呀？光线往这样来了是不是？嗯。它是水中物体往空气走。这个不对，这个在法线同错了是不是？是啊，我们是在法线的一侧啊，所以大家选哪一个？ C。 对、啊、好了，一束光线斜射入容器中，并在容器底形成一个光斑，这时向容器中逐渐加水，则光斑的位置将这个肯定不是指向上移动向下移动的啊，这肯定不是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着啊，你要向上移动，水装满了，那光斑跑水面上，你信吗？不行啊，不可能是不是啊？嗯，不可能啊。他刘老师那会变浅吗？他肯定不是问这个的啊。我左右怎么动的啊？你看这样啊，其实你画一个图，你到底想问什么了？比如水转到这个地方是不是？是啊。那这块还是在水面上光直线传播吧？嗯。这还能这么直着走吗？不能。要发生什么？折射。那靠近法线还是远离法线？嗯，那是靠近法线。靠近法线是不是？是。靠近法线是不是这么偏？嗯。是不是？所以你看。这不就靠近法线吗？对吧？啊、这光哪走了？往左。往左是不是？嗯。老师说，那我水再装多点，那是不是在这地方就开始折射了？嗯。法线到这地方了，是不是？是、啊。说到这地方了，所以你看水逐渐加深的时候，水光斑的往哪走？往左走。往左走，选哪一个？嗯，选 B。选 B 是不是？嗯。所以你不要选 C， 向上移动你是看不出来的，是水中物体变浅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但你能看出来变浅吗？看不出来。你看不出来的啊。那你要是往上走，那水面到这地方能跑这来吗？不可能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选 B 啊。第六题，一束光线斜射到两种透明介质的界面上，光线与界面的夹角是20度，反射光线与折射光线恰好垂直。这要画图啊。杜老师其实有过一段话啊，就是学好物理需要学好三个图：第一，光路图；第二，受力分析图；第三，电路图。那光学你把光路图画好了，光学绝对差不了啊。将来力学跟电学，你只要把受力分析图跟电路图画好了，那家伙物理好着呢啊。这题的画图啊，来看，斜射的两种透明介质，那这些透明介质的界面吧啊，光线与界面夹角是20度。这个黑板的最大特点就是画图不好画啊，说明这是20是不是？是。那法线就是这样呗，是不是？嗯。那这是入射角吧？是多少度？70度。70，好。那反射角多少度？70度。反射角跟入射角相等是不是？嗯。70度。那这个角是反射光线跟界面的夹角，也是20度，对吧？是。它还有什么条件？反射光线与折射光线垂直。这是反射光线是不是？是。折射光线在这地方是不是？嗯。那应该这是折射光线吧？嗯。垂直，这角垂直是不是？是。那这20，这应该几十？七十。七十是不是？嗯。这不是折射角，这是折射角吧？嗯。这多少？20度。20度是不是？嗯。他问的是什么？入射角和折射角。入射角多少？70。折射角？20。选哪一个 ？C。你瞅，哎，赶了，打了这个，这笔太神奇了，跟物理一样，物理是神奇的啊。选 C 是不是？是。你看你把图画出来，也不小心答案就出来了，我都没注意，答案出来了，那过了吧，下题了。哎，真费愁。站在河边看清澈的水中的游鱼和山的倒影，实际看到的是，我知道水里面肯定是没有山，是不是？嗯。那是岸上的山照镜子照进去的，是不是？是啊。现在肯定什么像？虚像。虚像对吧？嗯。但我知道水里是真的有鱼的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那鱼是实像吗？不是。不是是不是啊？是啊。是水中，我说不是，你说是，那到底是还不是？不是。我乱了啊！重来啊！我们看到水中的鱼，鱼是有实际这个物体，但我们看到那个鱼是在它实际位置的什么？上方是不是啊？是啊。那也就它成的是一个虚像。嗯。啊，真正的鱼在你看到那像的下方，
所以有经验的渔民是往看到鱼的下方插才对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嗯，那选哪一个？选 B。都是虚像的，是不是？嗯。都是虚像啊。好，所以光的折射的是，这不是，这光的反射是不是？嗯。把水面当什么呢？镜子。镜子是光的反射，对吧？嗯。这也是镜子是不是？是啊。光这是影子的形成吧？嗯。是光直线传播是不是？来，伟大的四弟。放电影用的影幕为什么是白色的？因为可以反射所有颜色的光。那你要如果电影幕是黑色的话，这你把投上去，你出来看黑色还看黑色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对吧？那电影幕是黄色的会怎么样呢？只有黄颜色。还是绿色的呢？只有绿颜色。对，那你要是看到彩色电影五颜六色，必须做成什么？白色的。你看杜老师的黑板是什么颜色的？就是白色的。就是白色的，是不是？是。上下弄来点杜老师喜欢的蓝色，这是蓝色吗？是蓝色。是蓝色是吧？哈。嗯。还有个什么颜色？红色，红色是不是？嗯，这三个字什么字？学物理找老杜。哎，对，别忘了学物理找老杜，是不是？嗯。因为白色物体能反射所有色光，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彩色的画面啊，所以这都是白色的啊。你看，你红色照过来就是红色，是不是？反射就红色吧。嗯。这就是黑色，是不是？嗯。彩虹，哎，北京这段时间正在下雨啊。昨天杜老师就用手机拍了几张特别特别漂亮的彩虹啊，在北京我们家小区上空啊，也总共就出现了几分钟吧，被杜老师给发现了，杜老师手机给拍下来了啊。但这个拍的比那杜老师还好啊，所以杜老师就没好意思把杜老师自己拍的拿过来嘚瑟啊，就用人家的图了啊。这是不是很漂亮啊？是啊。这真太难得了啊，这个东西一会就没了啊，一会就没了。所以你说那抓拍下来它的效果这么好，确实太漂亮了，现场看确实太漂亮了啊。那这彩虹是怎么形成的呢？不得不感叹物理是神奇的啊。那是因为这种天必须要下雨，你没看到其实就晴空万里的时候天上出个彩虹，没见过吧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彩虹什么呢？刚下完雨，下完雨的话天空中悬浮着大量的小水珠啊。但是小水珠的话，在小水珠的外面那边是太阳啊。是啊。这太阳刚穿过小水珠的时候，你看有几种过程啊，有空气进入水，是不是？是。过来就是有水进入什么？空气。发生几次折射？两次。两次折射，那个太阳光经过三棱镜，是不是？是。是不是两次折射就偏折了？嗯。就出现了一个彩带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你经过水珠仪是一样吗？啊，进去发生折射，出来再折射一次，两次折射啊，被分解成绚丽的切丝光。因此有时候我们能看见太阳光。太阳光和小水珠进到的什么？彩虹。彩虹，啊，太神奇了啊！物理是神奇的。好，稍事休息一下，再进到老杜快兴趣班，带你一起看一个小实验。好，同学们，好，两个实验啊。水中物体会变粗啊，来看看来，记住这个实验现象，以后再做这个题就简单了。来看这个实验。好，同学们，欢迎来到老杜物理实验时间啊。下面这几个实验呢，依然是光的折射实验啊。好，我们可以把摄像机镜头拉下来，对准下面这一大杯水啊，看，比如说这是一只筷子啊，但这是一个蓝的吸管啊。我们现在能不能看到水面以下的变粗呢？这是显而易见的是变粗的啊。现在我把它给倾斜，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水面下的部分弯折了呢？好，这也是一个实验现象。好，那这样啊，你看我在左右移动这个蓝色的吸管的时候，你看我移到这边的时候，你发现它是怎么平断裂的吗？再看这边，它又是向哪断裂的？它在不同的位置啊，断裂的是不一样的。杜老师，再换一个粗的啊，再换一个粗的笔。好，
行，这个实验先做到这里。好，实验回来啊，这个还现在一时半会讲不清楚，因为你的知识太薄。但我可以跟你说一下啊，变粗的原因啊，是我们这样在将来的透镜里面这样学的。透镜就是一个放大的功能，这个是不是一个圆弧形啊？是。它起到了一个放大镜的作用。嗯。但这为什么会这样，像这么断裂？为什么会像这边断裂？你现在记住这个现象啊，等咱们将来知识扎实了，咱们再讲啊。嗯。这个实验咱们先过啊。现在你要记住一个什么结论呢？是哪边拖起来，它是向哪边断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这边搓起来再向这边断啊、嗯、如果你要往这来的话，你在这边看到它向这边断过来，嗯，记住这个现象啊、嗯、竞赛题考过。下面还有个实验，水中物体变粗，来看看。好，同学们，欢迎来到老杜物理实验时间啊。下面这个实验呢，是也是光的折射啊，就是看看水中物体变浅啊。那杜老师手上拿的这是一个吸管，待会咱们看看这吸管在水中的长度跟在水面外的长度的关系，看是不是明显长短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把摄像机镜头拉近一点，来，来看我们水中的部分，看着像这么长，对吧？我们把水中的部分拿出来以后，你看，哎，它是这么长，我再把它放进去，你看就变成这么短，拿出来以后变成这么长，进去以后变成这么短，拿出来以后还是这么长。好，咱别玩了啊，这个实验就到这里结束了啊。记住实验现象，同样长度的东西放到水里面它会变短的，结束。好，水中物体它不是变粗了，它写错了，是应该是变什么呀？变短。嗯，水中物体是变短啊，同学们说多少人做备课的时候粘贴复制变短啊。嗯，但是变粗是这样，圆弧形它确实也变粗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但不是所有的都一定变粗的啊，不是所有的变粗，嗯、看从哪看啊？这变短啊。嗯。变短的原因其实很好解释吧？嗯。这个可以给你解释。嗯。因为水底会变什么？浅。变浅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水底会变浅，但实际上变浅的同时，有的就给你感觉它就是变粗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就变粗变粗变短都是对的。嗯。啊、变短其实很好解释嘛，就是因为最下面这点变浅了嘛，是不是？嗯。都是由光的折射造成的。嗯。好，那也加一个，岸上的物体看水中的物体会变什么？短。对。是不是啊？嗯。变短。嗯。啊，变短。啊，如果像这种呢，通过圆弧形看它会变什么？粗。粗，是不是？嗯。好，这两个实验向大家一个印象啊。下面呢有几幅图片啊，大家可以自己看看啊，给自己看看，挺好玩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嗯，都是光学的一些奇妙的现象。这实际上是不是横向动啊？是。其实它是不动的啊。好，同学们，你觉得这节课精彩吗？精彩。啊、嗯，那你觉得这节课的光神奇吗？神奇。哎，别忘了在课程评论里面说几句好听的话，嗯、杜老师看到了会很高兴的啊，同学们，再见。嗯。